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龙。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雷神之锤。它是一个认主的锤子，只有主人或者是有资格的人才能够拿得起来，亦或是经过主人的授权后，其他人才可以拿得起来。否则，无论你是一位健身达人，亦或是一位200斤重的壮汉，在他面前，你会觉得自己手无缚锤之力。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来决定你的表演形式，可以是互动类，可以是心理类，亦或是剧情类，发挥你的想象力吧。